掌声有请李健老师。儿子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开始 PK 了啊！珍惜眼前人啊！我们在生活中很难见到这个高山低谷，我们一般还说高开低走。克勤老师最后都有点唱急眼了啊！我们之前就通过了投票，郑比特去了女队 ，Coco 来到了男队。自从就人员有所调整，这个队形都乱了。Lam 哥，你会跳舞吗？我不会跳。妈妈今天会话多一点吗？当然不会啊。我天生是害羞的那一种。毛毛她天生就是比较我很外向，对，很外向。在我们心中，你还是小妹妹。我是小妹妹啊。对。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护花使者。Hello my 哇。所以你需要做头发吗？有区别吗？弹性一点吗？那你这个可以抓成然后各种形状吗？比方说星星啊。